You and I。哇哦，这首歌曲播放的这个感觉就很像一股风一样的感觉，就是我自己站起来来说，就感觉炫在里面的感觉，所以更潮。然后我比个人比较喜欢蓝色，对，蓝色就多一些。大家好，我是胡春阳，然后我现在要开始制作应援色了。这个极光青的部分呢，大家看，我是用了，就是把它一条一条一条的，然后往这个上北下南左右右上方走。极光蓝和极光紫的部分，我觉得它们两个的颜色是可以搭配的，就代表着我们九个人的和 nano， 也是可以混起来的，就是我们混合在一起。制作我的应援色了。就像其实我这个就是画的这个设计的图画里面，其实就是基本上也看不出来是个什么样的东西，但是就是怎么说呢，我就想营造一种神秘的感觉。就像我之前说过，就是我们团就是中奈就像一个宝藏男团一样，就是你外表你看不出来我们到底有什么，但是你一点一点挖可以挖到很多很多东西。